两个人一起站到赛场上，我们都会给对方足够的信任和足够的支持。我觉得有共同的理想和目标吧，这点很关键。我们都知道彼此想要什么，哪怕是有了伤病也不会停下，也要去继续的往前去拼。真正站到赛场上那一刻绝对不是简单的，作为一个战士一样，即使腹背受敌也要拼尽全力去打倒对手，为国争光。2019世界花样滑冰锦标赛上，隋文静、韩聪凭借自身的能力与技巧，以完美的发挥摘得双人花样滑冰金牌，同年又获得职业生涯第四个四大洲锦标赛冠军。时间回溯到2016年，隋文静因伤病被推入手术室，进行了脚踝复位的手术，之后便是漫长的康复。那是一段暗淡的时光，隋文静看不到未来，不知道还能不能回到赛场。在隋文静康复住院的同时，韩聪也没有耽误训练，原本有两人搭档训练的任务，他现在只能一人独自完成。他肯定会回来啊，因为我不能够被落下，所以说我要有这段时间把我的不足给他弥补上来。因为在之前的比赛和训练当中都可以看出他的滑行表演啊是很不错的，所以那段期间我就是做了一个自我的一个加强性训练。2016年冰上盛典，韩聪推着隋文静在冰上滑行。Swear I won't forget this. Why do I regret this? In my mind reckless, thoughts are feeling endless. Sitting up, I'm breathless. Anxiety's infectious. I feel so defenseless, betrayed and embarrassed. I hate being open. I hate being broken. I feel like an ocean filled up with emotion. Anger ain't a potion. 2016年底，隋文静、韩聪重返赛场。也正是从这个赛季，很多人认识了隋文静、韩聪。2017年四大洲锦标赛，则是他们的复出之战。短节目他们完美发挥，拿到八。2018年平昌冬奥会，隋文静、韩聪第一次登上奥运会赛场。在这个万家团圆的日子里，隋文静、韩聪在异国他乡用一枚银牌结束了自己的第一次奥运之旅，带着遗憾的完美，这是同届对他们的评价。今天的成绩我们可能没有在这个大年三十啊做得非常的好，但是无怨无悔，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下一个努力的方向。对，所以继续做好自己，为了自己的梦想，为了祖国的梦想。一场冰，一首曲，一段花样年华。平昌周期这四年，隋文静、韩聪有收获，有突破，有遗憾。新的奥运周期，隋文静、韩聪依然面临着众多竞争对手的挑战，而他们的目标已不仅是夺冠，而是滑出自我，成为这个时代双人滑的标杆。一年后的北京更加值得期待。